谢谢谢谢。哎呦，送花来，来，来，哦，来抱抱，来，哎呀，什么叫抱抱啊？翻过来，姑娘，翻过来，帮我们接一下吧。哎，好吧，帮我们接一下。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。哎，离太远了。谢谢谢谢谢谢姑娘啊，谢谢谢谢，就放这儿吧。来就来吧，还花钱。嗯，你知道我救活了多少个卖花的了？嗯，对。这个刚才是郑好老师啊，哎，郑好跟张金山，嗯，好像沈阳人都知道郑好，是吧？当年在电台做播音主持，对，郑好是艺名。哦，你想这个岁数人哪有叫郑好的去啊？艺名啊，本名，本名叫喜定。喜定，喜定，对，就是他一落生，他爸爸说行了，啊，有一儿子了，嗯，咱家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。哦，老一名叫喜定。是，后来改了就正好，哦，就是因为他媳妇老喊他，给喊的不合适。怎么喊？哟，他媳妇喊怕什么？媳妇一进门，正好没在家，啊，正好他爸爸在家了，哦，媳妇得问，啊，爹，喜定呢？哦，这是让儿媳妇看见了，这是，嗯，啊，正喜定呢？嗨，那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，嗯，后来改的名字，改叫正好，嗯，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啊。哦，其实今天现场观众比咱们热。都热啊，是不是啊？心静自然凉，知道吗？你看我这心静，我这汗都下来了，啊。你静得下来吗？这挺好啊。你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啊，不管什么冬天夏天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。哦啊，你没办法，演出嘛，这是工作。嗯，所以我们尽量多说一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，来弥补一下您各位啊。拿这个弥补啊。其实哪段都不让播，但是艺术的好与坏不能用播出来作为标准，这倒是。我们跟您各位，咱们就是将心比心，哦，拿您当我们最好的朋友。哦，什么叫朋友啊？啊，朋友要换来一边大，一边大。您各位花钱了啊，您坐在这儿，天还热，嗯，您捧我们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好好说，尽量多说，让您开心，这就叫哥们儿好，换了一边大。哦，就跟咱朋友圈似的啊！啊，你屏蔽了我，我一定屏蔽你。哦，就不加他了。你看，这都是朋友吗？朋友圈对不对？你能看我的，我也能看你的。嗯，对吧？凭什么你能看我的，不能看你的？对吧？嗯，就好比说咱们洗澡去，我们都光着，就你穿一裤衩，你是搓澡的，是怎么着？是吧？哎，嗨，没有这么比的。朋友好，要换了一边大。嗯啊，我们哥俩也是如此，啊，都一样。这么多年来，关系特别的好。是，而且我老觉着谦儿哥对我帮助太大了。您太客气，整个相声里边，郭德纲只占20%。哟，那80%呢？于谦和他的父亲、媳妇儿、儿子，哎，好嘛，他的家人，哎呀，全说他们合着啊。有人说过，这郭德纲一说相声，怎么老提人于谦他们家里人呢？啊，列位，说句实在的话啊，嗯，甚至包括好多人问我，你老说谦嫂如何如何，嗯，你以为我说他，我就这么痛快吗？啊，是是啊，是啊，干这行没办法。嗯，你演的就这活，应的就这差事。是，我当初小时候说相声，捧哏出身，站在桌子里头。哦，也是这位置。桌子外边这个说我说了10年呢。哦，他媳妇如何，他爸爸如何，他儿子如何。嗯，这就跟唱京剧似的。嗯，比如说你唱的是小生，嗯，你95岁了上了台，你也是儿子呀。对，唱老生这个6岁挂个胡子上台，他演的也是个爸爸呀。嗯，应的这个活儿，这是假的，没错。不要认为说我跟谦儿嫂，我们就别那样，真的。谁那样啊？不就你这么说呢吗？不是老这么说回来，真传在他耳朵里边，不合适了。哎，现在就够呛了，啊嗯。观众喜欢您、爱您，才会有人给您打抱不平。是是这样。谦儿哥往台上一走，你听这大哥说了吗？这是大哥吗？这个。啊，这听着像是男的声音啊！无论跟哪儿演出啊，只要说一报门目，于老师往外一走，全场观众，啊，啪啪啪，真的，干嘛呢？跟这儿鼓掌啊！观众热烈鼓掌，啪啪啪！你们就鼓3下是吗？这掌声，这是鼓掌的声吗？就是观众喜欢您、爱您，知道吗？哦，挺好啊，嗯！我这些年来要念于谦老师的好处，你又来了。我最没辙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；哎，那没最落魄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。哥们儿，
遭人陷害被排挤的时候他在我身边。是是，所以特别想问问你啊，是不是你放的我？哎，好的，我也没赶上好时候，反正是。我认为啊，吃点亏其实是好事。是吗？玩笑说玩笑，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。哦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。嗯，人这一生什么事都得经过，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。哦，还是健康。哎呀，有的时候一进后台一看于老师坐着抽烟呢，啊，我就能看出来今天身体不好。我这抽根烟有什么身体不好的？感冒了。你怎么瞧出来的？一个鼻子眼冒烟。你瞧这观察还挺细致。嗯，就得赶紧提醒。啊，那是注意身体。哎，少抽烟。嗯，多休息。嗯，不要喝酒。哦，不要烫头。哎哎嗨，跟烫头没关系。你看这玩意儿，有时候烫头时间长了，影响体力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健康。哦，你趁说两眼石油，八座金山，你不如身体健康好。那是，而且跟身份没关系。什么叫身份？哎呦，这个人大腕著名演员，他也得感冒发烧，也得得病。我有个徒弟叫岳云鹏，啊，这都熟悉。啊，你也挺有知名度。啊，那回住院了，因为什么？这儿开刀切一小瘤子。哦，好像还是有过新闻报道。有熟悉的观众会知道这个情况 啊, 啊，就这儿长一瘤子。嗯，开始不丁点儿，越长越大。哎呦，那年刚上完春晚，上家串门来啊，我发现的。怎么发现的？春晚结束，上家来开心呢，高兴。师傅，我上春晚了，我这个我那个。嗯，孩子高兴，陪着孩子说呗。是，越说越高兴。嗯，他把鞋脱了。哦，这盘腿上沙发了。他把鞋一脱呀，啊，我20年的鼻炎好了，这得多刺激啊！这个都看不见了，我都啊，至于吗？旁边那屋就是洗手间哦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嗯，我给你摁马桶里冲走吧。好家伙，摁了3下愣没下去。嗯，我心说这人这个脸太大了。嗯，蹬上了一看，这有一疙瘩，好，合着这疙瘩卡着呢。嗯，上医院查查吧。嗯，到医院大夫就留下了。做手术太危险了，尤其这儿，哦，这个脸上的神经线多呀。哦，有点事怎么弄？嗯，一说做手术，把他吓坏了。小月呀，吓得他连家乡的方言都想起来了。哟，他是河南人呢。哎呀，我的天爷！哦，这可咋办嘞？要动手术嘞？啊，那个大夫不错。怎么？跟的是老乡，也河南人。哎，这别害怕我，不要紧，有我嘞。哦。你瞧，有你有关啥用嘞？我也害怕，我是第一次做手术。哦呀，你这叫啥话？怎么？谁不是第一次？啊，这就更可怕了。这个全是第一次。推到手术室啊，打一针麻醉。哦，手术之后很成功。那就好。推出来苏醒之后一问，嗯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不错啊，这儿都不疼。好，嗓子疼。怎么动这儿嗓子疼啊？给他做手术啊，名人呢，哦，来了好多小护士跟着一块看着观摩。手术成功了，这帮护士一鼓掌。嗯，大夫太高兴了。哦，翻了个场，把扁条线切了。哎，没听说做手术还翻场呢。嗯，所以说得病不得病跟身份没关系啊。对，你看我们今天这主持人谁？侯震，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？哦，侯爷知道哈。哎，都熟。今天这主持人，嗯，他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。哦，少侯爷侯震。对啊，这个人前2天也住院了。哟，他怎么回事啊？嗨，侯震是个好人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不争名，不夺利，没毛病。只有两个爱好。什么呀？一个是好吃。哦，反正对他来说就没有不能入口的东西，全能吃。比如说今天其实台上我们是4个话筒。我他吃了一个，在后台正嚼呢。哎嚯，还说了，啊，沈阳这甘蔗硬。哎，对对，牙口好，爱吃。嗯，第二个爱好就是爱说话。哦，好聊天。他这个说话是不用理睬，可以不理他。咱们要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，我跟你说你要不理我还得问你，你怎么不搭茬啊？对呀，啊，他那个不需要，不搭茬也行。哎，你随便，你坐着睡觉也行，你干嘛都行。嗯，让他说就行。哦，前2天说的我脑浆都沸腾了啊！买张机票，给送了3亚去了。哦，海边上，再回来一瞧啊啊，牙都晒黑了。哎，好家伙，还说呢，冲着太阳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，
过瘾呢，他这就这么个主。前两天侯爷上医院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出去吃顿饭受伤了。吃顿饭有什么可受伤的？嘴不好啊，还说呢，来菜了往这一放，哦，腰果鸡丁，这菜很普通啊。侯爷这话就来了，说什么呀？这菜叫腰果鸡丁。哦，那就爱吃腰果鸡丁，这味儿还真像。因为这里边腰果和鸡丁，所以它叫腰果鸡丁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腰果呢过油，然后搁在嘴里一嚼，嘎吱吱嘎吱不响。哦，倍儿香。鸡丁过完油搁在嘴里嚼，嘎吱吱嘎吱吱不响，这能是一个口感吗？这个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。哦，但今天这菜有问题。怎么呢？有几块肉看着不像鸡丁，哟，像肉丁。哦，当然腰果肉丁也不难吃。是，腰果过完油一吃，嘎吱嘎吱不响，还是倍儿香。肉丁过完油，嘎吱嘎吱也倍儿香。这嗨呀，都一个味儿。但如果我想吃腰果肉丁的话，何必我再点着腰果鸡丁呢？就是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。哦，当然了，嗯，有两块鸡丁，有两块肉丁也无所谓。哦，你这腰果里边还有花生呢，怎么那么乱呢？这菜，当然了，要花生鸡丁其实也挺好吃的啊。你花生过完油一嚼，嘎吱嘎吱不香。嗨，鸡丁过完油嘎吱嘎吱不香，挺倍儿香，也挺好。那直花生也行啊，啊，这俩要松子呢，是吧？好家伙，这来回叨叨这七八样东西啊，啊，说了四十分钟啊，哎呦，整个世界都凝固，就听他一人的了。后厨炒菜的下不去家伙。哦，挨着他旁边吃饭有一主要一个牛仔骨，哦，拿小刀要切牛肉，嗯，哆嗦半天下不去，听得心乱啊，实在没辙了啊，我去你的吧！啊，好家伙，这怎么回事？给刀给侯爷扎屁股上了，好嘛，下狠手了。侯爷一回头，嗯，把点了腰果鸡丁，哎，还说呢，好家伙，这不疼啊，是怎么的？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啊，因为这腰果锅又嘎吱嘎吱不香。行了，全饭馆人都起来了啊，把刀给他拔了，嗯、啊，抬出来送到医院去了，赶紧去吧。你屁股上扎一大窟窿啊，那还不是得缝针呢啊？来到这医院，趴下把裤子扒下来，嗯，人大夫拿那酒精棉给他消毒啊，就得这过程，擦了三十来分钟啊，哦，那么长时间，侯爷害怕了啊，怎么的啦？嗯、啊。您是侯老师是吧？啊，戴眼镜，大夫戴眼镜。哎，都说您爱说话，是我有小建议啊。您说，您以后拿说话的时间啊，您就抽出20分钟来啊，洗洗澡吧。哎，好嘛，这擦泥呢，这20分钟，这大黑屁股蛋子，好，让这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。嗯。八斤棉花，嚯，全擦下去了。大夫连被我都拆了，给他擦。哎，洗洗去吧。这一句话把他勾出来了，是吗？趴在那儿。哦，你以为我乐意来呢？不乐意吗？我今天出去吃饭去了。哦，你猜我点的什么菜？哎，对，这就要入正题。凉菜，你别问啊，别问凉菜啊。嗯嗯嗯，我点了一腰果鸡丁。哦。我就爱吃腰果鸡丁。哎，行行行，腰果一罐，又干这事儿。行了，又说一遍，把刚才这又来一遍啊！啊啊，大夫这汗呢，哗哗的，说了40来分钟啊。对，你过说完了，嗯嗯，我这好缝啊。嗯、啊，你要不说话，早缝上了。哎，对，净听他的了，缝吧。啊，一出汗，大夫这眼镜掉地上，嗯，啪碎。哟，这眼镜13000度。哦，嚯！拿显微镜的镜片改的，好家伙，掉了这眼镜，这大夫几乎就看不见了，那就没法做缝了。那就，但是这个大夫非常的敬业，这跟敬业有什么关系？凭感觉缝，这怎么凭感觉缝啊？哎啊，反正屁股上是个眼儿，就给你缝上呗。哎，好嘛，那一样嘛，那个，对吧？啊，还摸着看是。哦，好，行，好，还不小、啊、就是他啊，哎，走你，我、哦、真疯，嘿、哎，真真劲还挺大，哎，那是，嗯，风结实点的嘛，哎，啊、一点气儿也别漏，哎，这是漏气儿用的吗？这，嗯，缝完了吗？哦，拿牙咬啊，这太不讲究了，这个，站起来吧，啊，侯爷提裤子站起来，哦，怎么了？不对，嗯，说话怎么发紧呢、啊？哎，这个，这回兜得住底气了，这回哟，嗯，
你缝这是我自己带来那个呀、哎、我说缝错了吗？这怎么办啊？一摸缝在这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。这蝴蝶结是怎么回事？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。哎呀，全赶一块儿了。我们这好几个最近都住院了。还有谁呀、啊、还有一个叫孙悦的。哦，就是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。哎，捧哏的，站桌子里边跟桌子一边宽啊啊，将近400斤啊。孙悦，嗯，他那裤衩脱下来要不穿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哎，这个没形这玩意儿，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。哎，对，怎么搭怎么有。嗯，大胖子啊。前些日子出事了。他怎么了？一回家媳妇跟他说。说什么？孙悦，嗯，那个嫁给你那么些年怪对不起你的啊。怎么了？也没给你生个孩子。哦，这回给你道喜。对，你要当爸爸了。嘿，预产期是下礼拜三。啊，这孩子是他的吗？这个不是他的，还是你的啊？别瞎说啊。我以为破案了。预产期下礼拜，太近了，下礼拜三或者下礼拜四吧。嚯，把孙胖子美的呀，高兴，推开门，好啊，嗯，我要当爹了，当爹了，要当王八了是吗？要当爹了，说清楚。出去跑一圈啊，那天正是去年北京下第一场雪，哟，那场雪可大，胖子在雪地里高兴了。哎，哇，跑步热情啊，高兴啊，嗯，跑了10分钟啊，嚯，跑了1米多，哎，这还好。动不了地儿呢，就叫往外一出溜啊，也不知谁堆了一个雪人儿。哦，胖子高兴啊，哦，我要当爹喽，咣，踢这雪人。哦，咔，怎么了？腿就折了。踢个雪人腿能折了吗？雪人堆在消防栓的外头。这呵，谁这么缺德呀？这是，咔，腿就折了。那还不折？400斤就歪在这儿了。哎呀，雪越下越大。哦。谁打那儿过都是，嘿，这雪人真可爱啊，还可爱呢，鼻子眼还冒烟呢，还这真人呢是。夜里12点才发现啊，抬回家扔在床上化冻。好家伙，凌晨4点半才化开。哎呀，啊，疼啊，那是一较劲，一翻身打床上掉地上了，还摔一下，当当当，怎么还弹呢？地上好几个油印儿。哎呦，太腻了，送到医院吧。啊，大夫赶紧来。哎呦呦，好家伙，翻身摔坏了啊！啊，什么时候翻的身呢？嗯，1949年。哎，嗨，谁问你解放那年了？问您打床上翻身那年。人大夫也挺客气哈。啊，你要死啊你？对，摔晕了呢。拍个照片吧。啊，这腿摔折了，拍片子。这得拍。大夫一会儿拿来了。哦，孙老师，看您这片子啊，啊，好家伙，够厉害。怎么？这儿折了。哦，这是粉碎性的骨折，还挺严重。这是抻了筋了。嗯，你看这是软组织挫伤。哎呦，伤筋动骨100天。嗯，安排住院3个月，应该的。他说不行啊。怎么呢？下礼拜三预产期啊。哦，他媳妇生孩子，要生孩子。嗯，大夫能快点吗？啊，等10分钟。哦，10分钟之后大夫又来了。嗯，看这片子啊，怎么着？好了，我这儿好了，这儿也好了。耶，好了，这都好了，好了啊，好了。怎么这么快呀？我看你太着急了啊。我给你 PS 了一下。哎，没听错，片子 PS， 这伤怎么办呢？这糊涂车子吗？这不是听到这个消息于老师找了去了啊？你要死啊你啊，我得说说他。上医院找我呀。啊，那边那家医院不能去。怎么呢？那是曲艺团的三产。哎嚯，大夫都是那帮说相声的，卖不出票去当大夫知道吗？哎呦，来吧、啊、我带你上这家医院吧。这边好啊，这家医院跟我有交情。你看看，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是死在这儿的。哎，这好嘛，这交情这么建立的感觉。弄个三轮车啊，给孙胖子拉着到医院，送医院去。院长、大夫、主任都出来了。怎么那么高兴、啊、谢谢于老师。哦呦，给我们送猪来了。 这不是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孙老师，我师弟。哎，这孙老师有问题要动手术。哎，请。嗯，直接抬到手术室，就直接去了。这是您的面子，中间环节全免。哎，什么叫挂个号，我们都没有啊。那是进手术室，嗯，给胖子扒光了，嗯，放在手术台上。要动手术吗？打开无影灯，呵，大夫们消毒洗手，戴手套口罩，准备齐了。嗯嗯，手术台旁边有张桌子，这桌子是于老师坐在那儿，嗯，吃涮羊肉。哎，人这无菌是我在这吃涮羊肉。就说您这个身份呢、啊、哦，坐着端着杯我还喝。拿筷子涮肉，呵，吃，不在乎，吃。哎、哦，
这儿请麻醉师，麻醉给孙胖子先麻醉。哦，麻醉在尾巴骨这儿，尾椎这儿。嗯，这一推让胖子侧着身。哦，麻醉师来了，先拿个圆珠笔啊，啊，在胖子尾椎这画个圆圈。画圆圈干嘛？写上，嗯，争取打中这儿。哎，嚯，没谱啊他。护士们也都接过笔来啊，肯定会成功。嚯，老天保佑，唱喜歌呢。会有一次打中的，哎呦，我赌300块，就别下注了呢，没谱感情。拿过针来，嗯，扎上打针，针好，行啊，一针下去腿木了，那就成功了，没有知觉了，半身麻醉。大夫说来啊啊，跟孙老师谈谈手术费的问题。哎，这好嘛，你是怕他跑了是怎么着？别啊，你这是谦儿哥的朋友，我的哥们儿啊。于老师，这是您的朋友吗？我告诉他呀。嗯啊，我就别喝了吧，这眼瞧动手术了，我好极了。哎呀，啊，看在于老师面上，那就算了吧。来，就是上身麻醉，哦，又扎一针啊，上身麻醉，全身的。孙胖子昏睡过去了，哦，四仰八叉躺好，开始吧，消毒都完事了啊。大夫拿手术刀，嗯，在肚子上开膛，哦，刺儿，啊，肚子拉开，拉开了，嗯，啊，问护士们，啊，什么病？哎。后问呐，护士们看看啊，赶紧说，腿折了。哎，对，早干嘛去了你们？这你们告诉我一声啊！哎，你没问呢，这切开怪麻烦的啊！那，哎，事儿闹的，干怎么办呢？于老师啊，于老师怎么着？你还添点什么不添吗？哎，就没听说过，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。嗯，李老师，啊，嗯，啊，对，别喝了，我就这要出人命了。拿针，干嘛？哪儿的事儿去？您不说一声啊？给他缝上。哦，哎，你瞧，还真细致。嗯，嚯，这么快呢，赶紧。哎，好嘛，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。哎。缝好了，嗯，孙胖子苏醒过来了。好，哎呀，谢谢大夫们，嗯，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是是，谢谢护士小姐们的周到的关照。嗯，也谢谢院领导。嗯，要是，哎，瞧见了，这个谁给我解释一下？哎，对，这开膛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啊啊，孙老师是这样的，你说说，您这个腿关节有问题啊，所以我们的手啊得从您肚子里进去拧着。没听说过，他能信吗？这个。他这还行，嗯，他这是不得已住院，哦，要赶上高峰是上赶着住院，是有上赶着的吗？这德云社有一叫高峰的都知道吧？啊，高老板，哎，都知道，都一会儿就来啊，高老板，嗯，高老板这会儿高老板正在后台啊，啊，来回溜达呢，干嘛？走着，嗯，哎，快点，他还没到那岁数呢，嗯，我看他跟后台是抖了，哎，这个。啊，一会儿又他高峰啊，这他没来，我能说啊。高峰是我兄弟，是，但高峰啊，是我认识人里边心眼最小的了。怎么叫小心眼呢？就怕死，哦，惜命，每天上医院最少两次，一天两次，哎，上午一回，下午一回，嚯，哦，哎，有时心情好呢，去三回，啊，这还看心情啊。一进医院，大夫，高老师又来了啊，哦，高老师来比我们还早呢啊，嚯，哦，啊，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哎呀。打算啊，老怕死哦。那个我来是有问题的。什么问题？你看我这手了吗？啊，我这个手指折了。哟，啊，怎么折的？食指折了啊。嗨，我这个人呐，强迫症。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？你看这几个了吗？你看啊，一撅就响。嗯，你看嘎嘣一下。你看那个呢？这个不响哦。你就愣撅折的呀？这是对自个儿太狠了，这也。你这怎么弄啊？给他接上，弄好了。哦，下午又来了。嗯，大夫，我又来了。这回大夫说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好的，大夫，我很害羞。你说说，这有什么害羞的？您是我们这常客啊，您送走了三个院长了都。嚯，哦，您怎么了？说说吧。我聋了，聋了，怎么会聋了？可不聋了呗。嗯，怎么是？你说说。你听不见吗？听不见呐。啊，声大声小不管用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有好几天了。嗯，我说的话听不见，滚蛋！哎，这纯粹起哄，
你怎么会听不见？不是，我没说完呢。你说清楚了。我是选择性的听不见。怎么叫选择？不是，我有点害羞。比如说，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。哟，这也算是病。大夫说我干这行一辈子没听过这个病啊。给你吃这个药。哦，这药吃完了就听得见了。这药吃完了屁声大。哎，不治上头治下头，感情这点奇葩都在我们这儿了啊。转天又来了，这回大夫您好又来了啊。哦，今天上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嗯，我那个便秘。哦，五六天没上厕所了。是吗？大夫说你是不是吃了红糖人参了 啊？这没有，这玩意儿都连着的是吗？您这个啊，有没有啊？嗯，高夫说没有，不是，确实是五六天没上厕所了啊。大夫给开了两盒开塞露，这是对症。下午高峰就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不管用，开塞露不管用。当然啊，开塞露是挺好喝。哦，这嗯，不灵啊。废话，你喝了它能灵吗？那个，把大夫气的呀。啊，我给你开一疗程电钻怎么样？哎，没听说过。你这样的干脆你去验个尿去吧。哎，全身检查一遍吧。全面检查，甭废话，开单子验尿啊。你说验尿，高峰出来眼泪下来了、啊、怎么了？哗哗流眼泪。至于吗？拿着那塑料碗验尿那个啊，没有尿啊。嗨，早上没喝水，没有尿怎么办呢？ 啊，打那边来一熟人。谁呀、啊、孙悦的媳妇儿。他干嘛来了？不要生孩子吗？啊，产检啊。高峰啊，嫂子，哎，碰上了，你也来了。嗯，哎，你怎么要哭啊？嗯，让我验尿，没有尿。嗨嗨，嗯，嫂子这儿有，倒给你点。没听说过，这能混着用吗？这嗨，说相声的娘们还管那个？哎呀，太鲁了，来啊，去吧。哦，谢谢嫂子。哎，嫂子您等会儿干嘛？嗯，不一边多是吗？哦，给您这啊。嗯，Cheers！ 哎，干杯呀！我得把那锅子拿出来，你们这儿涮会儿行不行？谢嫂，大恩不言谢。嚯、哦！嗨，这肯定你是喝的好常来，这是喝的吗？那拿这杯验尿去了。哦，一会儿结果出来了，怎么样？高峰，嗯，怀孕。哎，对，那肯定是怀孕了。坐在医院的台阶上，高峰哭的都不行了，能不哭吗？你们看看呐，啊，高峰，嗯，怀孕是。我恨死于谦了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骗我说不会怀孕呢。该去的。